这节课呀，我们也开始讲第五个问题，就是对主和派去做具体分析。那么对于这主和派呢，我想呢，大概可以从三个方面呢来做一些具体分析，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问题，主和论者中，有的人主张对外议和，那么是把它呢仅仅当做一种手段，那么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则是以这个议和呀作为他的一个最终目的。那么也就是说，主和派当中有这么两种人，一种是以这个议和作为一种手段，那么另外一种人呢，是以这个议和呢是作为他的一个最终目的，作为这个主和派啊，那么首先就是他有一个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这么一个区别。那么在这个1878年，崇厚去俄国，谈判呢收回伊犁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陕甘总督叫做左宗棠，那么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分析，那么他就讲说这个俄国人呢，欲壑难填，侵略欲望非常强，那么在对华侵略的时候，往往呢是得寸失尺，就是我们讲就是得寸进尺，是吧？那么因此左宗棠呢提出来，在对俄交涉的时候，他说呢，太刚办不到，太强硬这是不行的，太刚办不到，太柔亦了不了，过于软弱，那么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进行这个了结，那么他是反对呢，在对俄谈判的时候过于软弱，那么到了这个1879年10月，那么俄国呢就诱迫引诱强迫崇厚。那么同他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黎瓦几亚条约，那么这个黎瓦几亚条约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中俄交收伊犁条约。那么在这个条约当中中国损失了很多利权，那么这个条约传到中国来之后整个朝野上下为之可以说是舆论大哗，那么很多人都在上书批评这个条约。那么按照史料记载说，当时呢是皆谈相议，无不以一战为快，那么很多人都主张要对俄作战。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左宗棠再次向清朝皇帝上书，那么他在给清朝皇帝的上书当中那么他就提出了一个对俄方针就是对于俄国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针。那么左宗棠提出来对俄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叫做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那么这是左宗棠针对了崇厚同俄国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提出来的一个对俄方针。那么从左宗棠提出来的这个主张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么左宗棠主张同沙俄进行议和，那么这个呢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那么他是希望通过同俄国的谈判不经过战争能够收回中国的这个领土，维护国家主权。那么他又讲，如果说谈判不成的话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就要以武力来解决，以武力为后盾那么也就是说他所讲的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就是先同俄国呢进行谈判如果谈判不行怎么办呢？然后再次决之以战阵采取战争的手段一旦进行了这个同俄国进行开战那么中国方面呢就要什么呢？坚忍而求胜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争取最后胜利那么由此可见，就是像左宗棠这一种人这一类的人，他主张对俄谈判对俄议和，他的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希望通过非战争的手段来维护国家主权同俄国谈判仅仅是一种手段。
那么这是一种人啊。那么另外一种人啊，就是以议和为最终目的。那么这种人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就是在1900年的啊这个慈禧太后。那么这个慈禧太后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是吧？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力和地位，啊，那么可以说是向列强啊来摇尾乞怜。那么这个清政府在给列强的啊一个国书当中啊，他们这讲，啊，说什么呢？说此次中国变起仓促，啊，开罪友邦，啊，那么这次中国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啊，那么得罪了列强了，得罪了友邦了。他说可是呢，西方各个国家对于清政府啊还是很友好的啊，那么对于清政府呢是不加深责啊，对清政府没有加以责备啊，那么清政府对列强啊表示非常感谢啊，他的原话是这样讲啊，说感佩之臣皆有济急啊，就是对列强啊非常的这个感谢。那么他还提出来，希望各个国家的大君主、大总统，啊，各个国家政府首脑，是吧？那么为了保全大局，永敦和好，啊，希望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转商各国，啊，同其他的列强进行这个协商，是吧？能够呢尽捐贤器，速定和议，啊，希望各个国家能够呢啊在一起进行商量，啊，尽捐贤器，是吧？速定和议，那么中外呢，哎，进行这个议和。那么在这个李鸿章，还有奕匡啊，作为清政府的议和代表，啊，那么他们在同列强议和的时候，啊，慈禧太后呢就十分害怕列强把自己啊，就是把慈禧太后本人列为祸首，加以惩办。那么因此，慈禧太后啊，就多次指令奕匡和李鸿章，啊，告诉他们，啊，那么必须呢，要把万难允准之事进行驳去，啊，要把万难允准之事进行驳去。那么奕匡和李鸿章啊，他们深深的知道，啊，慈禧太后所说的万难允准之事，啊，就是指的不能够把慈禧太后列为祸首，啊，不能够加以惩办。那么因此奕匡和李鸿章就向慈禧太后表示啊，说我们啊，他的原话说某等啊，就是我们啊只知宗社土地万姓两公为重啊，就说我们呢只知道怎么样来保存宗社啊，清王朝的是吧，这个江山社稷啊，土地啊，保卫中国的领土啊，万姓老百姓两公啊，那么就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说我们只知道宗社土地万姓两公为重啊，其余不能顾惜之，不能顾惜及啊，这其他我们都顾惜不了。那么慈禧太后在看到列强的这个议和大纲十二条没有把自己列为祸首之后啊，慈禧太后呢可以说是喜过望啊，非常高兴，招报奕匡鸿章进如约啊，就是告诉奕匡和李鸿章啊，按照十二条大纲来办理啊，接受了十二条大纲。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啊，那么这个时候的慈禧太后完全是以求和，是吧，甘做洋人的朝廷啊为最终的目的啊。那么这个时候的慈禧太后和我们前面所讲的啊这个左宗棠在对待议和问题上，他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啊，慈禧太后是吧，以议和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啊，来保持自己的统治。那么，这是我们对于主和派啊做的这个分析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啊，这个主和派当中，有的人的主张啊是一种必要性的啊一种主和啊，就是有一部分人他的这个主和呢是一种必要性的主和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他的这个主和呢是一种非必要性的主和啊，也就是说。同样是主和论者啊，这个主和呢有必要性的主和，也有非必要性主和啊，有这么一个区别。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下边我再简单的做一个说明啊，或者做一个这个论述
那么在这个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当中啊，清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王公大臣是吧，像军机大臣王文绍啊，吏部侍郎徐景成，兵部尚书徐永仪啊等等啊，那么这些人呢都主张要严厉的镇压义和团运动啊。那么当然这些人主张镇压义和团群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那么但是这些人他们同时是吧又反对清政府不管不顾啊这个客观现实和可能是吧，悍然对列强宣战啊，就是他们反对清政府啊向列强国家几个国家同时宣战，反对清政府派清军或者派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那么主张呢同外国要进行议和。那么我认为这些人提出来的是吧同列强议和，反对同时向各个国家宣战啊，我认为他们这种议和的主张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啊，或者说是有它的必要性的。那么为什么呢啊，因为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啊，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啊，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啊，就说呢不要谈中外之间的什么是非问题，就说就中国的国力而言，一个国家没有办法去抵挡啊，去抵御各个国家的这种侵略啊，没有这种道理啊，说中国实际做不到。那么光绪皇帝也讲说中国呀断无与各国同时开信礼啊，中国呀断断不能够同其他国家啊同时开信啊，同时同几个国家的开战啊。他说为什么呢，他说道理很简单，他说在甲午战争当中是吧，中国仅仅对付一个日本，中国遭到了很大失败啊，叫做创巨痛深啊。他说现在这些国家啊，各个国家啊，各个国家之强啊，那么他的原话是这样讲，说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啊，这个西方列强国家啊，那么相当于十个强大的日本。那么这样的话，何而谋我，何以御之啊？那么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共同侵略我们啊，我们怎么去抵御呢？那么因此呢，这个时候。光绪皇帝提出来要对外议和，反对向列强宣战。那么在当时中外之间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同时呢中国又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啊，就是中外力量对比悬殊啊。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充分的采取一种外交的手段啊，避免战争的形式。那么我认为这种情议和应该说它是一种完全必要的，而且呢是有利于中国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李鸿章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啊，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去注意啊。李鸿章讲啊，说谋划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啊，就是在战争还没有爆发之前，那么中国是处在一种弱势地位啊，这个时候不能够轻易的谈对外进行战争。那么我讲的意思什么呢，就是在中外战争还没有爆发之前，在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之下，一部分人主张对外是吧要采取外交手段，尽量采取外交手段避免战争手段啊，我想这种做法啊是一种必要的啊，或者说呢是有它的这种合理性的啊，那么这是一种必要性的组合啊。那么下面我们看一看有些非必要性的组合。那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啊，那么特别是到了1860年是吧，那么英法联军占领了中国的像舟山呐、大连呐、烟台呀是吧，就是中外战争已经大规模的爆发了啊。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两江总督何桂清啊，在1860年7月向咸丰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啊，他在这个奏折当中讲啊，说现在东南要害均为贼聚啊，就是中国东南各个省都被太平天国占领了啊，说为今之计唯有积为安抚夷人，兼其合意，抚如所请啊，说现在怎么办呢，应该什么呢，是要安抚外国人啊，兼其合意，
俘虏所请，答应他们的要求，同他们议和。他说这样做，那么就可以呢，使得南北两信可期立时消逝，使得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北方的英法联军进攻，这两个信端，可期呢立时消逝，就可以呢，消弭这种南北的这种战争状态。那么在中外战争已经爆发了，是吧？那么清军呢又没有遭到彻底失败的这么一种形势之下，两京总督提出来要安抚夷人，要俘虏所请，那么这种主张的议和，那么我认为呢应该是一种无原则的非必要性的主和，那么对于这种主和我们是应该否定的，那么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对主和论，主和论者，那么进行分析，那么这个主和论者当中，有的人主张的这个议和是一种呢暂时性的或者是叫策略性的主和，那么还有一些人主张呢是永久性的，这种妥协性的主和，有暂时的和永久性的，这种主和之别，它是有区别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也想呢这个稍微做一个解释，那么在这个洋务运动时期，有很多这个洋务派官僚，应该说他们很多人是怀着一种什么思想呢，要卧薪尝胆，徐图中国的一种抵御外国的一种办法，怀有这么一种策略性的一种思想，就是他们提出来要保持中外和局，是带有一定的策略性。你比方讲，恭亲王奕欣就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清政府应该趁着现在太平天国起义还没有被镇压下去，趁着这么一个时机，要脱明学制以剿贼，脱明学制以剿贼，来大办洋务。那么通过大办洋务，使得中国的国力能够得到增强，中国国力增强之后，有势可以御侮，一旦外国向中国发动进攻，有势可以御侮，可以抵御外侮，无势可以示威，外国没有向中国发动战争，是吧？那么中国自己自身力量强大了，对于列强它是一种威慑力量，无势可以示威。那么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是吧？那么这些洋务派官僚又提出了一种说法，提出了一种思想，叫做什么呢？叫做域外之端为国家第一要务。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时候怎么样去抵御外侮，这是国家的第一要务，最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一部分洋务派主张要保全和局，很明显它是带有一定的策略性，有一定的策略性。那么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谁呢？你比如像慈禧太后，那么慈禧太后在保住了个人的权力地位之后，是吧？那么他就向列强表示，表示什么呢？表示得很无耻，说清廷以后要搞新政，说自己搞新政的目的是什么呢？完全是为了图报各大国知会于后日，与各大国永享无穷之利益，永享无穷之利益。那么由此可见，这个时候慈禧太后已经甘心的做洋人的朝廷，也就是说慈禧太后呢几乎失去了任何的一种谋求自立谋求自主的这么一种意思，那么这种思想呢这种意图呢已经没有了，干做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这些人那么他们主张的这种议和是一种永久性的一种妥协性的一种议和，和洋务派在以前所讲的这议和问题呢还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个主战和主和问题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个呢非常令人呢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是吧？他在对外的时候在面对着外国侵略的时候，妥协是不是必要的？是不是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
啊，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妥协是必要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那么我想呢，我们这去看一看，就是当时的一个中国近现代啊比较著名的一个外交家啊，叫做顾维钧啊。那么顾维钧讲的一段话呢，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顾维钧他有一个顾维钧回忆录，他里面讲了很多啊，我把他的意思大概呢讲一讲啊。他就说，他说他在这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啊，说有一个教授啊就跟他讲啊，说外交呢就是战争啊，是和平时期的战争。那么他是讲了什么呢？他说中国的这个军人啊，特别是军阀啊，那么在处理对外问题的时候，他们只知道啊知己知彼。但是呢，他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本身的这种弱点，啊，就是中国这个军事是要讲知己知彼，但是中国的军阀，是吧？那么他很多时候呢，只想了解外部敌人对手情况怎么样，啊，那么对于自己的存在一些什么弱点他不知道，啊，结果这造成一种什么呢？毫无根据的希望和野心，就是说。对外采取战争，采取强硬手段，你自己要了解自己。他说中国的很多军阀不了解这些一点。他说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中国有句谚语叫做什么呢？叫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说这句话在外交上不能够被接受。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国家不能够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啊，不能够任其破碎的。那么这个顾维钧啊，同时他还要讲了这么一点啊，他说呢，在外交谈判当中，任何一方不能够啊祈求自己获得100%的胜利啊。按照顾维钧的说法，说在外交谈判当中，你只要能够取得60%到70%的成功啊，那么你就已经是很成功了啊。说如果说双方都希望达到100%的成功，那么谈判呢就不可能达成协议。那么在这个地方他是讲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一个国家在对外交涉的时候，这种妥协啊，一些妥协是必要的。那么这是顾维钧呢啊谈的这个中国近代啊，是吧？在对外谈判过程当中，这种妥协是不是必要？那么这是中国近现代的啊一个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的一个谈法啊，一个看法。那么我们再看一看中国早期的一个改良思想家，叫做马建忠，他怎么样去认识在对外交涉当中的这种妥协的一种必要性。那么马建忠啊，那么他是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个角度啊来出发啊，那么他审视了当时中外的啊这种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那么他的一个审视一个结果什么呢？就是认为中国的力量远远不如外国。那么因此中国在对外问题的时候啊，在对外交涉的时候啊，他主张呢要采取一种委曲求全保全和局的这么一种主张啊，提出这么一种主张啊，委曲求全来保全和局。那么这个马建忠啊，对于当时有一些人啊，就是一些封建士大夫不了解世界形势啊，一味的主张对外强硬，啊，对于这种主张，啊，那么马建忠表示非常的不满。那么他是讲，啊，说有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啊，盲目的虚骄自大，是吧？不计成败，唯战是求，啊，就是不考虑战争的后果，啊，一味的主战，啊，说一旦你问他中国依靠什么同外国进行作战？那么他们啊，只不过是啊，来从中国古代的啊一些思想当中、一些说法当中来做自己的一个论据啊。那么以为呢，就靠这种口舌之争啊，就可以战胜这个外国侵略者。那么马建忠对于这种做法啊，表示非常的不满。那么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中国近代。那么中国实际上呢，已经处于一种非常落后的一种状态。清政府虽然还
后来虽然搞了洋务运动啊，但是中国的实力应该说还远远的落后于西方列强啊，西方国家。那么中国在当时情况之下，确确实实没有一种实力啊，同外国进行这个正面的军事对抗。那么另外呢，当时中国要搞洋务运动是吧，要搞这个工业的近代化，也需要有一个啊比较宽松的一个和平环境。那么因此马建忠等人啊，他主张对外要暂时进行议和，为中国争取一个是吧发展国内这种经济的一个和平的一个环境啊。那么他主张要委曲求全啊。那么马建忠他讲啊，他说我所讲的这种委曲求全啊，忍者啊，就是忍耐的忍啊，他说我所讲的忍者非懵然漠然于淬面而自甘之说也啊。他说我所讲的啊要忍，不是说别人往我脸上吐了一口唾沫是吧，我自己说没有关系啊，他自己一会儿就干了啊。他说不是这个意思啊，非懵然漠然于淬面而自甘之说是什么呢？他说呢，势必困心恒虑，百折不回，因求夫所以制胜之道。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所讲的啊，这个忍是什么呢？是我们要静下心来是吧，要卧薪尝胆是吧，困心恒虑，我们要思考问题是吧，百折不回啊，因求夫所以制胜之道啊，因就是暗地里，实际上我们是要求什么呢？是求战胜外国侵略者的一个办法啊。因求夫所以制胜之道，就是背地里我们是要寻求一种战胜外国的这么一种办法啊，一种道路啊。那么由此可见啊，马建忠等人所提出来的这种议和的主张啊，他是为了使中国有所准备的时间是吧，中国发展自己的综合实力，最后能够战胜外国侵略者啊，就是他们提出来这种议和，对吧？我们讲他是要争取一个时间啊，带有一定的这种策略性。那么就说中国在实力不如人的情况之下，某些妥协是必要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现代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一些类似的一些说法啊。你们有些学者提出来啊，说在世界上啊有不妥协的主义啊，从理论上说我们不能够妥协啊，一定要抗争到底啊，世界上有不妥协的主义啊。他说但是呢，没有毫不妥协的社会运动啊，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当中说毫不妥协啊，这是没有的。那么他接着讲，他说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的这种个人集团啊或者阶级是吧，必须要善于斗争，那么同时呢也必须要善于妥协啊，一个阶级一个集团一个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要善于斗争，要勇于斗争，这是没问题。他说但是呢同时又必须善于妥协，才能够求得生存和发展啊。说弱者是需要妥协的，他说强者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妥协的。那么他讲到，那么这个妥协到底怎么样的妥协是必要的，什么样的妥协是正确的啊。那么他讲了这么一点，就讲啊，对于进步势力而言，如果他的妥协背离了他的最终的奋斗目标，那么这种妥协是错误的。那么如果他这种妥协是服务于他自己最终的奋斗目标的，那么这种妥协就是正确的。那么通过以上我们所讲这些内容啊，我想讲这么一点意见啊，就是无论是对于主战派而言啊，还是对于主和派而言是吧，他们都是具有复杂多样性的啊，不能够一概而论，更不能够笼统的以凡是主战者肯定都是爱国者，凡是主和者肯定都是卖国者啊，不能够以这么一个公式笼统的进行概括啊。无论是对于主战派还是主和派啊，都应该根据不同的历史情况做具体的分析啊，只有这样我们对于主战派和主和派的论述啊才能够比较接近于这种客观的这种实际啊，才是科学准确的。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讲到这里。